来了，老板娘在等你呢。叫阿美。嗨，你好。这叫阿康。Hello。王叔。哎，你好。孙太太，这是我们隔壁村里来的，叫小红。我不叫小红了，叫 Zina。什么什么 ？Z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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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na， 这什么怪名字？这是我的美国名字，是从一个美国电视剧里面拿来的。好好的名字，为什么要换成一个这么奇怪的老外名字？你来美国多久了？8个月。至少，人的块头还不小。以前我们那个工人呢，又小又瘦的，纽约的老鼠比他还要大只。老板娘，我们省里来的都是大好的。孙阿太，连我们那里的野狗都长得很大，是因为我们那里喝的水是从先生上流下来的。我还是带他到楼上看看吧，很多事情要教他。老板娘最近心情不太好，她先生刚离开，她回香港去了，留给她一个人管店，谁想到生意也差，把这个收起来太名贵了。我能不能叫你阿娜？你美国名字太难叫了。安娜。阿娜很好听啊，也像美国名字。安娜。好吧。男的女的都一间房间。男人睡在这边，女人睡在靠浴室的这边。你知道女人一天到晚要上厕所。你可以用墙角的床。原来这个女人刚走。是阿梅的床，哎，像小孩子一样，喜欢小孩的东西。这是谁的床？那是王叔的床，那些是他广州老家的照片，他把他整个老家都摆出来了。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就顺着一条一条的街沿路回家，他怕忘了他老家的样子。那是阿康的床，他又专门喜欢红发女人的病态。他说这是他到美国来的真正原因，真是不长进。这是你的床，为什么你的墙上什么都没有？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没梦想。那是兰嫂的佛台，她从前这里的厨师，非常迷信，总是拜自由女神。她怎么了？为什么不在这里做了？他去世了，正是他45岁生日，也是他拿到美国公民的那天。照我们店里的规矩，每个新来的工人都要拜拜我们的关公老爷。拜了以后，你在这里工作，你就会万事顺利。来。
第一天上班最好还是要拜拜外面路上的烟魂，这样你就会少灾少难。以前啊，我有个 waitress 就是不相信这些，一直碰了鬼，三次差点被烧死，在外面又给人家抢了两次。最要命的就是他还被一个顾客搞大了个肚子，真是丢脸。Hey, beautiful. What's my next order for delivery? Let's see. Chicken fried rice, wonton soup, sweet and sour chicken, 10 chicken wings for one person. Damn, this guy's a pig. Hey,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把脚踏车骑进来。 Sorry, boss.那天晚上，喜羊羊两个鬼魂来看我，他们都很漂亮，跟我的好朋友阿玲一样。有时候看见阿莲的鬼魂让我很伤心，因为提醒了我她是怎么样死的。全都是我以前男朋友的错，是他把我们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一切都发生在他忽然失踪的那天以后。师父，你见过这人没有？当我们怎么找也找不着阿平的下落，那时候阿林终于跟我承认了一个我想不到的秘密。有件事我一直都没有勇气跟你说，我跟平一直都在做对不起你的事情。那都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红，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会随便在结婚前跟男孩子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他和我兜了圈子，他说你们并不是一对，只是普通朋友。我们都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你知道我不会故意去伤害你的。红，原谅我吧，对不起，原谅我吧，红。你送外卖的时候啊，从来也不知道送给谁。我给普通人送过，也给黑帮人送过，吸毒的、性变态的，有一次还送给一个电影明星。电影明星？麦当娜，美国有名的电影明星。哦，我知道他。人家说他很骄傲，其实他对我很客气，并不因为我是送外卖的就看不起我。我请他在我小抄上签名，他就签了。千里花有香水味，我现在还留在口袋里。你给我看看行吗？你不相信啊？哎，要还给我。你在干什么？我在看他用什么香水。闻不出来了，只有钱臭。不不不，我还是能闻出来的。那种香水，我想是法国的。听人家说
麦当娜刚来纽约的时候，她身上只有几块钱而已。今天她成了百万超级明星，看看，美国真是什么都可以发生哦。别做白日梦，安娜，你告诉我，哪一个美国百万超级明星曾经是非法居民？啊，阿诺施瓦辛格。什么性格？没听过。哎，你在那里干什么？看着墙发呆。没什么，就在想我的墙上要贴什么。哎呦，我跟你说啊，你可要小心啊！你前面的那女孩子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图片，结果阿忠看了很生气，把那些图片全都扯了下来。他贴什么？你让我说啊，你真的让我说？好，你等着，我下去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他贴的都是一些老外男人的相片，有穿衣服的，比阿康那个还要恶劣。更差劲的是啊，他嘴巴里天天说一些脏话，嘴巴呀脏透了。怎么脏法？哦，我不要讲他那些脏话。讲啊。不要讲。讲给我听。我要讲的话，我还要用消毒水去漱口啊。讲啊。跟我讲。啊，好吧，好不好吧，我跟你讲一点他的事情。他呀，总是爱跟人家说，他最喜欢那些浑身长满毛的男人，而且啊，喜欢闻那些男人的气味。你说，哪有像他这样不要脸的女人？那他怎么样了？当然很惨了，像他这种女人哪有好的结果。哎，你还记得吗，孙太太给你讲的那个被客人搞大肚子的女工吗？就她了。结果呀，她把孩子生下来，却没有能力把她养大，把那孩子就给扔掉了。她不是到哪里去了？来来来，帮我来。你看到那个中央大厦的火车站了吗？他就把孩子扔到那里去了。他为什么要放在那里呢？因为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数都住在郊区，他呀，他希望住在郊区的人把那孩子领去。郊区有什么好呢？郊区那里的房子好大好大，又有漂亮的花园，还有游泳池，每家呀至少有两部车子。那里的环境优美，绿树葱葱。你有没有听说过？那就是美国梦啊。有。那郊区就代表美国梦。是真的吗？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有去过。那个小孩呢，有没有人领走？那孩子听说还不错了，他现在住在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房子里面。妈，各种各样的女人都在这里工作过，有一个叫阿梅的，她在这里工作了6年，可只出去过一次。她下个月要回中国，不想在这里待了。我想她的缺点是太没志气，我希望我比她坚强得多。我老板是个女的，从香港来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笑，总是拉长着脸，一脸的苦相。
我希望那不是做女强人的特征。不过最可怜的还是一个从前的女工，她把自己的小孩送给别人，因为她养不起，真可怜。妈，我想我会比所有的这些女人都做得更好，为了您，我一定要做到。您是我唯一的，也是永远的模范。那天晚上，我听到那个孩子的哭声。事实上，他已经死了，他的灵魂还被关在中央车站的地下室。慢慢的，我对中央车站越来越好奇。有一天，给孙太办完了一点小事，我决定去看看。没路了，逃进去在哪边？我觉得像是走进了梦中一样。我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么多不同国家的女人在一起，这么多不同的口音，可是没有英文，这么多不同的香水，全都是法国的。哎，同志，同志，这边。你在指我吗？那还有谁呀？第一次上这来吗，同志？是啊。这些女人在这干什么？来这儿这几个女孩啊，都是单身移民女孩，没事到这来坐坐，聊聊家常啊，谈谈家里来的消息什么的。为什么单到这里来？这儿好啊，又暖和又舒服，说不上还能找个养老公呢。很多美国男人喜欢单身移民女孩的都知道往这儿跑。哎，不过呀，这些女人的名气都有些糟透了，人们说她们是淘金子的，没尊严，没骨气，就知道绑个老外啊占他们的便宜。那你不怕别人讲你闲话吗？我怕什么呀，人家嫉妒咱们才说咱们坏话呢。其实他们呀也想能像咱们这样大大方方到这儿来。哎，你要在这待一段时间的话，我带你到各处的淘金区去转转。人啊，不是所有来这男人都是好的，最主要的呀，你得会挑。就像买水果一样，这儿所有的男人呀都有个绰号。看那个戴棒球帽的没有？我管他叫米特罗夫。米特罗夫。对呀，就是美国吃的一种肉菜，最低档次的，可千万要小心这种男人。我原来就有一个女朋友嫁了这么个米特罗夫，开着大卡车就把她带到坦纳西去了，园子挺大，牛啊羊的，听起来可真带劲儿。可后来成天让她干活，早上天不亮就给提溜起来了，晚上十二点都不让她睡。哎，后来呢？就跑了呗，
又回这儿来了，就得了一个好，成了个美国人。他呢？他叫什么？那种啊，叫卡索罗。中产阶级，很顾家的，说不定啊，就是个中学教师什么的。可能家里有了孩子，结了婚，还跑出来找别的女人啊，扎一腿的那种。那最好的是哪种？艾斯卡口了，最高档的。那又是什么？艾斯卡口啊，是一种法国菜，最贵的那种。这种男人啊，总是穿的西装笔挺的，做生意人的样子，有很大把的钱养女人。My name's Tim。看见没有，那就是一个艾斯卡口，原来啊就在这儿见过他，听说他在郊外有很大的一栋房子。一般说来啊，塔口总是最骚的。你知道他们什么？塔口呀，一种墨西哥菜，我们管呀、从那些南美洲来的女人都叫塔口。那我们呢？我们叫什么吃的？馄饨呀。我们管韩国人呀叫 kimchi， 管日本人呀叫 sushi。其实这些外国人他根本分不出来谁是谁，我们这些东方女孩在他们看来都一个样。他只把你看呢，他喜欢你哎，真的。看中你了，不是吗？说嘛，没关系。要啊，他只把你看呢。没事，他是老外呀，没关系，老外。Hi, I'm Jack。说嘛，跟他说嘛，没关系，说的。This is Anna。哎，安娜，你去哪儿啊？那天下午接到了我妈的来信，我妈很意外地得到了旅游签证，我本来很高兴，后来想到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在美国没有任何成就能让她骄傲，她会失望的。这些纸贡品是做什么的？明天是兰嫂的周年祭，我烧一些东西给她在那边用。哇哦，这么漂亮房子！这是特别照马当娜在迈阿密的房子造的，有六间睡房、四间浴室，还有个游泳池。你看，还有两个佣人。我特别还给她买了最新款的衣服，还有这个手机。我现在总是看到别人在路上用。这么多好东西。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拖鞋，跟他生前从前常常穿的一模一样。没想到兰嫂在阴间的生活比她在阳间好多了。她怎么死的？她是很迷信的人，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到自由女神像去朝拜。在他拿到美国公民那天，他特别又去朝拜，没想到就是他最后一次了。那天早上，他最后一次穿上鞋，就像每个星期天一样。他站在渡船的露台上等着，慢慢地接近女神。
后来两个男孩子看见他，跑过去抢他的钱包，他们比兰嫂有力，抢了钱包就把兰嫂推下水去。结果警察把两个男孩子抓到了，兰嫂的皮包里只有5.65块，她的一条命就送在5.65上。为什么这里发生这么多惨事？是不是这里有些邪气？你怎么这么说呢？在我先来那个女孩子，她也是很惨呢。这两件事怎么能够放在一起比呢？比你先来的那女孩子是自找的，兰嫂完全是无辜的。有没有在这里做过事的人，后来还活得很好？什么活得很好？你是说在美国发达？安娜，我们是身在异乡的局外人，老外不会给我们机会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打金主流成功的人。你要是老是这么想，就是自寻烦恼。我看你啊，还是好好的做事，存了钱寄回家，不要不知足。可是我不想等到死才有一个像样的房子。我不完全相信阿忠的话，我相信我仍然可以实现我的美国梦。当孙太太又让我送外卖的时候，我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回到了淘金区。你说过爱我呀，爱到底。哎，同志，又回来逛了。你那天怎么匆匆忙忙就跑了？是不是冲那个 S 卡狗来的？其实他昨天还想问起你呢。哎，你看他又来了，这回可是个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你在这等着啊，你别动，你在这等着啊，等着。Hi, I'm Jack. I mean, we met before. You ran away.No, don't do that again because I want you to stay, right? Billy 说，艾斯卡狗有特别追求的仪式。首先，他会带女孩到车站的咖啡店。他相信咖啡店迷人的景观可以征服女人的心。Yes. Yeah. What would you like?You know what? I think we'll have a couple of hamburgers, medium rare, and two Cokes. Thank you. Thank you. Sorry about that.之后会请女孩子到他的家里去，我实在很害怕，可是为了面子，我不敢拒绝。
醉在甜蜜的爱情里，我俩的情歌呀唱呀唱不完。在我发现阿平和阿玲的关系以后，很久没有跟阿玲见面了。想不到在农历年除夕的那一天，红，阿红，帮妈妈，红，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真的，听我说，真的。我找到平的消息，我想你也该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跑来看你。红，平的死了，他在他房间里上吊了，所以我们一直都找不到他。他发现他得了一种怪病，他父母说可能是他在国外培训时染上的，他受不了这种羞耻，所以才上吊了。这种病是男女关系才会染上的，我也得了这个病，所以我去找了阿平，去查清楚是不是他传染给我的。后来我才发现他死了。红，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他们说得了这个病会死的，我不想死。你混到哪里去了？到现在才回来。
我会跟孙太太解释的，不关你们的事，都是我的错。你要为我想想，我辛辛苦苦把你推荐给孙太太，你要给我留个面子。我不是故意丢你的面子的，阿忠。你还在这里干什么？阿忠没告诉你叫你收拾行李吗？孙太太，这里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有些人呐、就想占便宜。我是开店做生意的，我可不是开福利院养闲人的。安娜，你要知道，我是不希望我的工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说溜就溜的。孙太太，实在对不起，原谅我吧。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自以为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本事你来当老板娘好了。你大人大量，孙太太，一定要原谅我。我妈就要来看我了，如果没有地方住跟工作做的话，真是没有脸见她了。我拜你的官老爷，求他们一定要原谅我。来来，谢谢你，谢谢你，不要拜，不要拜，不要拜。哎呀，呱啦呱啦闹来闹去干什么呢？我们要做生意的。孙太太，哎呀，这次就原谅他吧，饶过他一次好了。你呀，到了什么地方去我们都不知道。你看客人都来了，我们需要人工作，需要人照顾他们的嘛。孙太太，这次就原谅他好了。算了算了，还不快快跟孙太太说对不起。对不起，孙太太。孙太太不准我踏出喜羊羊一步，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我的艾斯卡狗了。可是当我妈来看我的前一天晚上，我惊喜地发现，Wanna go out with me? Do you have time? Okay, look, tomorrow I go away. I go to see my family. But when I get back, I want to see you again. Okay?Good. My ice cargo 又来找我了，现在证明它是我的了。孙太太要开除我，我也不在乎。唯有我的ice cargo，我会住在她漂亮的房子里，我也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再也不是身在异乡的局外人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些衣服我全部都是从垃圾桶里面找到的。这件呢？这件好漂亮。哇，呢件啊，正嘅嚟噶，是名牌货呢 ，Versace。不知道哪一位有钱的老外丢掉的，太浪费了。我把它捡起来，希望有一天可以送给我的。Future 红发女朋友，我可以借吗？去飞机场不用穿得那么名贵吧？不会啊，我是要改头换面的人，我的衣服穿得体面一点，让我妈看看。妈，我们去那儿搭火车，我住在郊区。怎么不住在中国城啊？中国城，住那简直跟中国一样。也跟在中国差不多，乱糟糟的。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我住的地方了，你一定很喜欢的。
我住的地方了。妈，你在这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很好，很好。这个房间是够漂亮的，不过这个家具摆的可有问题哎。家具这样子摆不符合风水的规矩，会叫坏运的。这都是美国人的摆法吗？嗨，美国人怎么懂得风水啊？风水是我们老祖宗的什么来？老祖宗的文化。对了，老祖宗的文化。阿玲终于病起来了，终于不能走路了。我常常去看她，照顾她。出了什么事？村里的人又在难为我了。这次他们朝我扔石头，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你看，他们昨天又来砸我的窗子了。我妈回报了村长，可村长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答复。你别幼稚了，他根本不会管的。他跟他们穿一条裤子，他甚至认为我们是温馨，好像我们一出去整个村子就被传染了。我们走吧。还记得阿黄吗？他们说他是狐狸精，把他绑起来沉到湖里去了。我们一起走，要是不走他们会对我们下手的。走，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走呢？就算我走了，在半路上也会咽气的。如果你要走的话，你一个人走，你身体还好，还可以走。如果我跟你一起走的话，我只会拖累你，给你添麻烦。去吧，不用担心我。红，听我的话，去。我不想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不走，我也不走。照我们店的规矩，每个新来的工人都要先拜拜我们的关老爷，这样他才会保佑你到我们的店里工作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阿忠啊，你现在找来的人呢，好像越来越大只哎，他会不会吃得太多啊？你妈来了呀？我妈来了，住在亲戚家，谢谢您关照。安娜，
这是新来的小芳，她今天开始上工。她也是你们村里来的，认识吧？睡房在这里。哦，这是你的床。我刚才看见安娜的时候啊，还以为是遇到了鬼耶。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八个月前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我看到他们邻居把他拖出去，棒棒棒，三条棍子下去要打死他耶。真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们为什么打他？他有艾滋病。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啊，两个人真是烂货，到处跟人家睡觉。没有人不讨厌他们，得了艾滋病，大家都怕死了，怕他传染给大家。你不要胡乱造谣。我发誓这都是真的。哎，就是他们那两个，那天下午我看到他们俩被拖到厂子里去，我们全家都去看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过得艾滋病的人，以前是有听说过这种病啊，没想到我们村子里就有哎。真的是开了眼界了。你知道吗？他们同睡一个男人，哎，就是因为他有一张绿卡，叫我为了一张绿卡，我亲都不亲他一下。他有没有想勾搭你啊？去你的！我怎么喜欢这种女人？Jack, don't forget the bag in the back seat. Something's happened. Everything's been... I think someone's been in the house. Jack, I think we've been robbed. TV, CR, everything seems to be here. I don't know. Except, I'm going to check upstairs. It moves around. Jack, come in here.I'm going to call the police. No, don't call, not yet. Jack, be careful, don't get too close. Relax. It's okay. Jack, let the cops handle this. No, I'm going to handle this. You got to go.Jack, what's going on here? Let's go downstairs. What's going on? I take you back to Anna. Okay? No, it's okay.
Okay. Okay. I cannot believe you have let this happen in our house. A surprise for you.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What's that? Who's that? Huh? What are you doing? You put your mother in my house? Give me the keys. The keys. Give me the keys.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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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Door. Door.这是我妈，我想让她在这里晚上挤挤。我中国城的亲戚有点急事，所以我想她今晚在这里比较好。对不起大家了。随便吧。
妙啊！不要！不要！好了一些，你就得离开这里。为了活命，你得走。别再让你妈担惊受怕的了，你走吧。到了美国，我会拼命干活的，妈。我会赚大钱，我会给您盖座新房子，给爸的坟墓修一修，我一定会做到的，我发誓。当我抵达美国时，我得了一种病。我以为我千辛万苦来美国就是等死。可是，在中国城的医务所，我恢复得很快。原来只是感冒和缺水。医生给我做艾滋病检查，结果只是阴性，我感到很吃惊。后来我懂了，情况是这样的：当阿玲告诉我她有艾滋病，我就去村里看医生。当时检验还没有结束，我就逃出了医务所，谣言就开始在村里传开了。到后来，连我自己都相信我得了艾滋病。事实上，我和阿平从来也没有上过床，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拥抱和接吻。如果我对艾滋病有正确的知识，我就不会轻易相信他们说的话。每当想起自己无辜受了这么多的苦，我就气得怒火上升。对不起您，妈，我真是对不起您。自己小心哦，以后可别再惹什么麻烦了，自己身体要紧，要当心。这真是时运不好，总有一天慢慢会好起来的。
会好起来的，妈。一时是一面怨叹，一时落别面胆寒。哪通失去梦，每日醉茫茫，无云有雨，亲像稻草人。哎，同志，又回来了。怎么了？眼睛都红了？你的艾斯卡狗对你不好了？什么艾斯卡狗的？听起来好听。其实来的男人都是一样低级下流，不管他们叫什么艾斯卡狗的啦，还是米托有品位的老外都不会来这里的了。哎呦，真的受委屈伤心了。不仅仅是我，全都明白了，这里的女人全都在骗自己。咱们这些女人在他们国家里又没有教养，又非法，还打肿脸充胖子。哼，想一想，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你难道看不出？你要是真的就这么不自在的话，那我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你最好还是回国去吧。你即便不回去的话，你早晚也会死在你自己的自卑上的。我们这样的女人有什么不好？我们既不偷也不抢，只是想着到这来有个盼头。在这里面我们公平竞争，可能在外面我们是弱者，没有人会看上我们，可是在这儿我们像这个小天堂的女皇一样。你可能以为我是在做梦说胡话吧，实际上我没有，我真的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真的。Thank you.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每天这个时候都不在。你什么意思？你搞什么鬼？我全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瞒我，阿娜。我刚刚亲自跟你到中央车站，你去了淘金区，难怪你每天下午这个时候不在，去勾搭老外。你胡说，根本没这回事。你是不是得了艾滋病被人抓去打？小邦胡说。那你不要胡说乱说，你跟我说实话。好，我现在跟你讲，我有艾滋病，你要怎么样？你要拿棍子来打死我？骂别人之前先看看你自己，45岁了还没结婚，还在送外卖，真是没出息。真讨厌，那个老鬼今天还敢再来，昨天对我那么凶。嘿，你报仇的机会来了。那我要怎么办啊？我们可以在他的菜里加料。不要。你们不能乱搞，上个次我们差点出事了。上次发生什么事情啊？没什么啦，我撒了一泡尿在他的茶里。这样你也敢啊？这次谁都不能把东西放到客人的食物上去。怕什么？上次那个老东西都没事。啊，老外最不喜欢是味精了，这一次就放味精吧。好，好了，王叔就加点味精了，没有关系嘛。对呀、你们不要乱来。你不要乱找。副的。I didn't realize someone ordered something so early. 有博 call, no money, no money. 安娜，你回来了，阿聪出事情了，好像很严重哦。他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孙太叫我去弄点药来，你要小心哦，他在生理期耶。药都拿去了，大家都在找你，厨房里给你搞得乱七八糟的。孙太太很生气啊，我看这一次她真的不会原谅你了。我想大概我在这里的日子到头了。如果阿忠跟孙太太明白事理一点，那事情就好办多了。阿
忠怎么被抢的？抢了他不是被抢啊，这是给黑帮追债而打上的。他欠黑帮的钱？到现在阿忠还没有把他太太的偷的费还清呢。阿忠结过婚的？阿忠不喜欢给很多人知道他的过去。其实，窗口那个神坛就是他太太的。兰嫂？他以前是在这里做厨师的，可惜阿忠不够钱还，所以那些黑帮把他太太抓住，杀了他，掉进了海里，到现在连他的尸体都找不到呢。可是阿忠告诉我说，兰嫂是等到公民那天死的。什么公民？他不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非法的。So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Did you deliver some Chinese food to my office this morning? Did you? What did you put in it? Because those people are sick. What are you thinking?站着，你想到哪去？我去整理我东西，我要走了。每次我走进这里，每个人都给我脸色看，我受够了。什么态度？你以为你是谁呀？孙太太，我没有时间站在这里和你啰嗦。你到底想到哪里去？哦，到火车站去勾搭老外去啊？不需要啦，我已经有人了，他有钱得很呢。我要跟他去住他郊区的大房子里，你凭什么管我？这里是美国，我有我的自由。去吧。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随时可以回来找我们的。我不会有事的，谢谢你，小康，你一直都最支持我。不用谢我。希望你能找到你的红发拐婆。希望吧。阿忠，我走了。
要多多保重啊。剩下的钱我下次来拿。这是钥匙，谢谢你收留了我。你会后悔的。我待在这儿更会后悔，我才不想变得跟你一样惨。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以为你找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那些男人，他可以给你希望，也可以给你一切的承诺，可是他们会抛弃你的。我是过来人，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不会那么倒霉，我不会让它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看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总是在烧香拜佛。以前被你欺负那些工人，他们的鬼魂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What's up with the bags? They're only staying for one night. Forget it. You ready? Let's go. Come on.所有的女孩都走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地方这么空荡安静。很奇怪，我并不觉得害怕和孤单。现在我可以真正的看出来，这是我自己人生的交叉口，我已经走到了我的第一个目的地。